有几只？对呀、啊。妹妹，你猜得到吗？你跟我讲。你怎么知道？35到40只来答对，哪一片都立起来。那个又他又是他，他又是他。我光哪一摊呢？我请你吃鱼啊哈！这一组了哦，35到40只。35到40只，支数很多。哪边其他人外靠做生意的用，连锁卖场都有在卖，一盒卖多少钱？580块。你要记得，我们家是卖750公克，不是卖一斤装，它是大盒的。今晚黑暗都可以给，两盒要1160块。爱食黑暗，比如我，你讲1000块的，拢保证甜，只要搁送你啦，1000块就好，这盒再送给你，1000块，买一盒妹啊，四盒来1000块。来过了没有？卖过熊啊，卖过熊啊，过熊天就阿毛，有去下没有？嘿呀，我你食个下下没有？来，不要紧啦，花菜介绍没啦？来，等我一下，我又带一个客人吃鱼去了。我每隔30分钟又带一个客人吃鱼，这一条墨鳄鱼大条的，那卖公瓦贼用零秤，这一条大概是400块，有喜欢1000块。这一条石斑再送给你，龙虎石斑1000块，金枪再做优待，这里再给你。我跟你讲，在我这边买一条鱼绝对不划算，买一堆鱼你才会划算。来1000块，黄鳟鱼再送你一条，阿丽来1000块。这一条啊，酒捞啊，人讲食酒捞做人袂过捞，给你吃好的鱼，1000块。这一条海鲈再送给你，阿丽来1000块，有喜欢。章鱼抢1000块，再送你2包 RO 紫水冰块，1000块。来1000块，有没有要？要。我这4条抢1000，要多少？来，我先把后面的包过去，剩下3条给你。我跟你讲，你吃五鱼哈，我介绍又带一条给你。那个帮我把黄鱼拿出来。来。来，小心这个就好。来。来，有喜欢1条400。哦，400。来，不杀价。1000块，大五鱼，3条1000块，用称的就超过了。这个章鱼脚给你们拿去玩，有没有喜欢？没关系，来，苗清澈，妈妈你喜欢爱鱼啊哟。这边好爱外面，今天吃赤章好不好？人讲吃赤章做实际的平商，嘿，我已经三位买去啊，好来，1000块。吃赤章爱配啥？你知影无？爱配赤海，因为吃赤海，阿母冤家袂走去跳海。安尼来1000块，加一尾细尾给你来，黄金珠搁请你来，赶快黄翠云搁扛回去，1000块，黄鱼七尾搁给你来1000块。要吃，赶快搁上一尾酒捞1000块，这两支提升，安尼来1000块，我欠啥？应该无啦吼。啊？欠2包冰糕。他刚刚一空嘞，你这有赤章嘞，来啦，搁一尾给你啦，卖细细粒嘛来，1000块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与其买这3条，那个给我一下，不如买这个全鱼港。我跟你讲啦，这个哈，我打算留到过年才来卖的。你要买，你不会买到这么大只，也没办法买到这么大只。这个叫黄鱼，1公斤的，1公斤超大黄鱼。超级漂亮的1公斤的黄鱼，用零称的哦，这一条起码花450，花500块。哪要吃？专一干无人卖遐大尾的黄鱼，要吃一尾来500，要求一尾搁较大尾。两尾来开偌济？开1000，买2尾1000块，包括送你一尾，3尾来1500，大黄鱼来包过去的来。台二好，拜拜到心内哦。来，要求按台长1000块，一样拢续的来1000块，赶快搁上几块宝贝来，超大只黄鱼，全渔港独卖的来1000块，超级大只，还有没有人要？来大只的黄鱼来1000块，买这个比较划算。有没有人吃大只的黄鱼？这么大一只，全渔港只有我在卖，都没人吃，要不要？1000块，三个1000块，要不要？不要一直比，不要不给比啊！阿跑你啊来，1000块。
来换菜，没关系的。我跟你讲，要走了，我还有想说便宜给你们的来。三条九百块了，你卖给我抬起啊！我送给你啊，来，这一组叫小鱼干，啊 ，Trader Small Fish 小鱼干怎么卖？后面啊，一斤320，随便抓这一堆，要花你80块。别讲小鱼干哦，卖公开80块、70块、60块、50块、40块、30块，你看到没？小鱼干一份，10块钱就好。小鱼干卖一份，10块，小鱼干一份，多少钱？10块，小鱼干一份，10块，小鱼干10块，加一份，10块。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了。谁拿的？来找多少？90。好，你90块。来，你算一下。另外一张100，谁拿的？来找花生。找贝的。来，你等一下。来，50块谁拿的？来，50块找多少？来找多少？找30块。来，小姐来找你30块，你算过来给我。好，来，算行头，然后来个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蔡依林，13个。真的叫蔡依林啊，羡慕还是嫉妒？同名同姓不同命啊。来换这一组，这一个是刚刚的，刚刚上一波人家花钱买的福香鲟龙鱼，你没有买我的福香，不要伸手拿我的福香哦，要不然你会倒八辈子都没有。来，他都要买福香的什么啦？来，他的寿龙进卡后来，好，晚上见。妈妈，要几个妹妹哭的呀？那包小鱼干要箱子可以跟我们讲，我有大箱子可以提供。哦，来这一组啊，喜欢吃鲑鱼的，我们家的鲑鱼全渔港应该没有人卖的比我们还漂亮，全部都是厚切3公分，带真空包装，带急速冷冻，完全没有包任何一丁点的水冰哦。哪边讲鲑鱼两大保证？第一，保证好吃，保证煎完外酥内软带汤汁。第二，保证重量绝对足够，每一片都有半斤300公克重。今朝智利尊龟瓦靠肉那边一模一样的包装，人家外面半斤的一片都卖350块，两片要花700，三片1050，弄它多少钱？卖公1050，再讲鲑鱼多少来？1000块的，这点我上你来1000块，这点我请你来1000块，这点我油台我你来了1000块的话，多少钱？来不？1000块。